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制造一个价值900元的转接头。这是 Rone 录音器，它可同步同时同轨录音，但是它有个缺点，就是如果你想要额外加装这种 3.5 规格的顶夹麦克风或是指向型麦克风，只有这种规格的，你必须装在它的这一孔上面。但是装上去的时候，这个指向型功能就会不见，然后切换成你的装置。那这样子同步同轨录音就变成说，你一定要用这四个才能使用，不能利用它这一个。所以他们公司就推出了一种叫做 Gesara 的转接头，一个900块，就跟这个一模一样的东西。但是我没有买原厂的，一个900，我干脆去买一个类似的，这个才100多块而已。但是买回来之后，我发现好像不能用哎。我现在装了第三个，开启，没有声音啊。真的不能用哎，是没有声音啊，还是不能用哎。然后我有上网查，说这个电源要开启，因为我是第三个嘛，我就把第三个装置的这个电源把它开启。开启之后呢，还是不能用哎，真的还是不能用哎哈，那这样100多块就毁了。然后经过我的研究，我发现。这一个跟原厂的区别在哪呢？这个是我刚才接好的线，它这个接点是一模一样的哦，它的接法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。那原厂的区别在哪呢？我先把它接好。它原厂的跟买这100多块的区别就在于，原厂的它不会接这一条电源。它上面有写123，三是电源，原厂的不会去接这个。但是市面上买了100多块，或者是传统的，它都是把你直接就是这样直接，所以只要把第三条线把它给剪断，有没有？剪断就可以使用了，有没有？不管你换什么装置都可以使用。喂，麦克风测试，喂喂喂喂。有没有都可以使用？所以说原厂的跟这一个的装置，它区别在于说900块那一个原厂的它不会去接这条线，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知道区别就这么简单，那就可以自己做了。做的方式就是去买一个这种叫 SSR 的壳，这种壳在30几块到几百块都有，就已经很好了。这是我自己做的，这一个是这个3.5的母头，我把它的皮取下来，把它取下来，然后只要这个头，然后一样这样接，就跟这个接法一样。这一个是那个屏蔽的导电胶布，主要我要用来做屏蔽层的，有没有？它里面就这样，有没有一样的接法？那这一条线就不要接了，就这一条就不要接了，这一条也就是中间的这个电源线不能接。所以可以接地线跟正电而已，电源线不能接。然后接好之后，再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使用了。喂，麦克风测试，喂喂，有没有？喂喂喂，麦克风测试，喂。
所以只要买一个壳，然后买一个 3.5 的耳机线装到里面，把这条线给剪掉，这样就可以900块了。哦，这样应该大家都会做了。谢谢观赏。